在呢，我们人就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的潮流展，一年一度的潮流展，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！就三二一，哒哒哒哒。我们的女人们都是很强大的 ，right？ 强大，强大的。地喵是在这里。在苏珊其实不在地喵了，她在逛街了。野哥，我有很兴奋的跟大家说，现在呢，我们人就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的潮流展，一年一度了。对，一年一度的潮流展就是非常非常重大的。当然，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当然是我们带我们的宝宝过来的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展还蛮出名，可是我们一直没参与。我们一参与，就是把地喵带进来。对，真的很开心，而且我们很难抢到的位置，我们一度还没有办法进来的。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，就是可以有机会跟各大的潮牌呀、马来西亚各位前辈们，跟我们同台的概念。当然也是希望地喵更多人认识他，所以我们很珍惜这次的机会。对，因为我们花了很多钱，所以也很珍惜。对，这次我们在我们的 booth 上也花了很多很多精力，就是想要大家一看到这个 booth 就可以认识到地喵，然后想了很多设计方面啊，都一直在筹备这样子，一直要让大家来第一次就可以记得地喵这样子。Yeah.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我们 booth 长什么样。Let's go！ 哎，等一下，不可以看先，我要那种给女朋友惊喜的那种感觉。POV 视角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很开心有这个 booth 啊，真的很惊喜的那种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哒哒哒哒。这就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一个 booth。其实没很久，蛮快的。也没有到很快啦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算蛮临时的啦。没有到很临时啦 ，brother， 没有到这样临时，还是有在筹备有。有一个时间，只是我们真的很谢谢帮我们起步 set 步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临时的地方，在于我们要找这个人帮我们。我们一直要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反正其实我们东西是筹备很早筹备，可是我们这次找到对的找很久，因为我们想 try 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找到谁？我们找辣妹莫莉亚，因为我们在 HOHO LAND 认识到他，所以呢，这次呢，我想说，你们也知道 HOHO LAND 很成功嘛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试试这一次可以请他来帮我们做我们的 booth。因为讲真的，我们在 HOHO LAND 看他做的设计是很精致，我们其实也很想要这样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知道他很忙，然后他还是 on 了我的 project， 我真的很谢谢他们。所以我讲这一点是临时啊，这一点是非常临时。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帮我们做好这东西，我觉得已经很。当然呢，我们的设计还是要公归于我们的 designer 阿珍，他每次都可以把我很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。Let's go！ 噔噔噔。功劳就是他，不要遮住你的脸。我让年轻一点关系。然后呢，给你们看，就是我们地喵呢。你看这两个没有啊，他们在装忙啊。我们的女人们都是很强大的 ，right？ 强大，强大的呀。我们地喵呢都是女子军团。然后呢，他也要感谢特地帮我的 Harry， 谢谢大家支持 Flower Boy Studio。很漂亮，他真的很临时借我的脚，因为我突然的很想要这个花环，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找他帮忙，我真的找不到人帮忙，我就第一个想到他，他也很快的就答应到我，虽然他今天很多工作，他还是愿意过来帮我，给大家看成果的样子，之后会再补一个大成品给大家。概念是不是那个我们装地喵衣服那个盒子的概念呢？其实也是，其实这个地喵配色呢，也是跟我们 logo 的配色是一样的，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些颜色都是记得地喵。主持人来哦，来哦！对，各位你们看，阿邦就是请他们再帮我们修饰，再弄美它。弄美了你，弄美了你。就是过来看，我们这面会比较空一点嘛，这里也是会比较空一点。他们的用意就是让我们好像有人经过啊，从背面经过，至少知道我们是什么部，我们是谁。好酷哦，感动哦，就是呢，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set up booth， 其实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工作。我们现在进画面，然后我们明天见喽。
然感慨万分，就是看到后面这个小空间哦，就想到如果有一天没有办法开店是什么样子哎。一定会开店，不用怕。我真的，这是我最大的梦想啊！只要想要再开大店。喂，不要这样夸张啊！我真的很希望迪玛有一天可以让很多人、很多人知道，然后我可以达成我的目标，就是我可以开一间实体店。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里，是感受得到迪玛是快乐的，就是很舒服的，就像我们的标语这样 ，Be the comfortable you。有点想落泪，真的很感人。天了 ，First day of our sneaker 啦。Yeah. 那今天来看一下地喵状况如何？而且刚刚我们在 parking 的时候是很多车啦，感觉里面会很多人。我们进去嘞。地喵第一天营业，他们讲成绩不错，不错嘛，来，快上，谢谢大家。才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呢就去来逛逛整个 sneaker。各位，其实，在我们 booth 前面哦，你看那边，咱们中间在我们前面那条，跟我们离不开一样。这边就是 TNT 了，然后呢，隔壁就是扎巴郎啦。这就是今年整个尼格拉的地图，地庙就在这里。然后 TNT 呀、啊，我们就在这边，然后上头就在这里，我们整个围绕着我们的好朋友们。对。整个就是超多人，超热闹，就是来观望一下今天到底各大品牌会做什么东西这样。而且我之前听德胜跟我们讲啊，这个是全马最大的潮流展啊，全部潮牌都在这边，它算是我们一个里程碑啊，我觉得啊，不简单啊。啊，我讲话很大声哦。哇，每个人的 booth 的设计都很好看。哇，这个你在很可爱。树上其实不是在地喵了，它是在逛街了，而且你发现每个人哦，都是大袋小袋买东西啊。哇，老板发大财哦 ！Mac Cafe 也有哦。哇，整个餐车都过来啊！给你们看 Samsung 的大 mascot， 超级无敌大。潮流 IG 最红的就是他了 ，Sweet Sensor 就是。哎，拍拍我们呢。他名字都敢放 Sweet Sensor， 哎呦，现在不拍我。求求你啦！等等等等，老板来啦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！什么？老板 OK 吗？老板。是我当桌什么都没有看过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昨天都去看过一轮了。这次我们的新品有这个一次性的相机。是我们拍出来的感觉的效果。然后不止大部分呢，他们还有比较小一点的部分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怎么开心？心情愉悦吗？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很多人来，马来人也会进来过来看看一下。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不同心的，我觉得不同的人，我就觉得很兴奋，我现在的心情很开心。好嘛，消费了，谢谢。看到吗？真的有在消费，谢谢支持啦。老夫妻来了，耶、yes, ！什么最老？他老欢迎你们加入这一个俱乐部。行列是是，还没真的加入，我们他的第一步怎么会后悔呢？啊、不会改变的吗？我讲后悔了。后面呢，就是有 food truck， 哇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这样。你不可以吃donuts， 买一点给他们咯。嗯，买一点给他们吃。哇，买给地喵同事的，天哪，好想吃哦。我们躲在后面冲洗。给你们看我的食物，我自己做的鸡胸肉跟蛋，然后这辣椒跟饭是偷哈的。又如获一个顾客的芳心了，好好好。其实我们买，我买400块，他这个就75块了。这个我都有啊，怎么办？可以买给送给朋友。我分给你了，你们。
诞节要到了，双十一要到了，先买交换礼物吧，你们。这个只用一个拿交换礼物，因为很快卖完了。你们到了我们这里，叫我们交换礼物，这个很好。啊，你先买两个先。完了的。我们的顾客还有第一张，就要给我们拍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两个手很久啊。哇，哦，现场开盲盒，他想要那个裤子，看到盲盒有没有骗人就可以这个。刚才看到照片，看有人开有裤子了，有裤子，他会不会很失望的表情哦？哇 ，OK， 是我要的，有裤子吗？好玩吗？我是外婆，来买来买。嗨，你是谁？哦，是嘞，帅萝卜佩玉哦。很多人讲他像佩玉，佩玉，佩玉我爱你。佩玉，迷你版佩玉，迷你版就是年龄小版佩玉，没有迷你。佩玉他讲的。Hello， 大家啊，是我是林顺，我不是佩玉，我带你去走走那个走那个斯尼格拉，代替我的大姐去走斯尼格拉。我们的布可爱吗？非常的兴奋啊！你看他非常的兴奋。我现在是典型的 YouTuber， 这里是三松，这里是很美的 What's the plan？ OK， 有点远，我害怕，我要回去。手酸手酸，我的姐来了，我的姐，博主回来了，博主。非常害怕。佩玉，很多人认为他是佩玉，佩玉，这个角色是像佩玉。我拿那个花花包。啊，对对，花花包带的人。如果要打你，直接打，直接打呀！太残忍，太残忍，太残忍。很像。是那种化妆，小孩是那种。刚刚这个医保朋友特地从医保下来。我们有盖亚包啊。看医保上讲啊，医保最厉害的盖亚脚饼，它就这样子。而且他现在。等一下就要回去哦 ！Oh my god！ 他懂，你们是谁？王杰不懂。YC YC， 是我介绍你们。记得吗？严厉严厉，严厉严厉我，严厉我。谢谢你们。三二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吃晚餐，炸酱。别俩低喵吃播。低喵吃播。ASMR。ASMR， 哎呦，不见面了，炸酱面呐 ，brother！ 天哪，我真的是忘记录 vlog， 录第二天的 vlog， 现在已经三点了，我才想起啊，我没有录 vlog， 然后今天是我们斯尼格拉的第二天呐，等等。今天的人呢就没有昨天这么多，因为昨天有 concert， 所以今天就是呢要卖力一点的打工过生活，来制造紧张的音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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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哇！这个是鸡头吗？这个屁股灯。对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对有一个这个。我是有买过一个，不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是整。懂我买过是吧？懂。我是买整好，因为那时候你刷小白的。啊对对对，那个小白我送给朋友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是整好。哇！哇！可爱，整可爱。谢谢你。开心啊！开心啊！哎 ，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， 过费好过费好喂，下次轮到就好。我没有，我刚才讲要轮到就好。澳门，哦，澳门有一个活动给你的，不知道，因为你们今天有照，说说，那时候还有你来吗？会，还是会，那个蹦人的那位，个蹦 gangster， 你就个蹦 gangster， 我不是。谢谢 Jessie， 哎呦妈呀，多感动！一个是他买，一个是我买啊，谢谢你们。开光了，神秘了。来来来，开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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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了五十，可以。你别讲嘛，你别讲嘛，欢迎。这个观众呢，买了总共六个 item， 都还有我们的签名。VIP 设备啊 ，VIP 设备。啊，你要按摩吗？要按摩吗？我帮你们按摩才行。哇哇哇哇！
谢你们，你们是来代购的？没有，全部朋友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你们上一秒看到我应该是讲忘记拍开头，我现在又忘记拍结尾了。Oh my god， 我在干嘛？现在已经是接近要闭店了，他们现在在抽奖，听到声音吗？老板，我真忘记。这样我拍一下。好了，拜拜。谢谢支持。赞，这个很棒，但是很贵。Yeah， 谢谢。还再聊。哦，一样啊，蔡妈咪是我们最大的客户。他本来花800多块，我跟他讲，哎，这两天有个人花1000多块，他直接买了7000的。哈哈，他每次都要成为最大的客户。最厉害的。Yeah， 各位，我们的布要拆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全体留一个大合照，大合照，大合照。1、2、3，3个。哦，要收了。快哭两滴，两滴眼泪，快滴眼泪。你别跑上 IG， 我打你。哎呀，不要脸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收拾了，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拜拜了。哎呀，我的布不要再拜拜了。Last one 哦，哎呦，又是个 last one minute 哦，一路 the best 哦，问他妈吗？阿妹 last one the best one， 一路明白 last minute 啦、你看我们这边已经收到这样子的状况了，啊，竟然买衣服，买给他的应该是另一半。阿爸们都在猜了，这里也是在猜了，对，这边吧。一个啦，百步已经结束了。耶、yeah ！谢谢这两天前来找我们地喵的大家。对，其实真的是从怡保特地飞过来，这样是觉得很感动，大家都。也很久没看大家了。呀、yeah ，然后每一次大家过来哦，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也是很感动，一直很支持着我们，不管怎么样都会 support 我们啊，这样子的，就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带大家一起啦。这两天也是学习到很多，然后也是有跟很多人交流这样子。呀、yeah ，会一直记得大家给我们的话，然后当然。我是剪工，是干的上面。哇，什么啊？马建明，他们很辛苦啊，其实真的。真的，他们超早就过来了，就是很尽责的把我们东西都是弄好哈啦。希望明年我们也是还有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，我们也会努力的争取，是让地喵更多人看见。当然也是需要你们很多的 support。地喵有什么还有要进步的东西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个地喵做得更好、更好、更好，这样。地喵还可以去到各个世界 ，OK，Next、okay, go 出国，就是要谢谢我们地喵团队们，很努力、很拼命、很卖力的在帮我们地喵，不管是设计部啊、卖货啊这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加油，地喵会努力的。好，这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拜，拜拜，阿姨拜拜，拜拜，耶、yeah。